这个病呢，最常发生于呢中老年的男性，由于这个年龄的增高，前列腺呢会慢慢的增生肥大，到一定程度的话呢，它会影响到排尿，产生了排尿困难。如果排尿困难加重，甚至说尿不出来，有时候呢药物不能很好的控制的情况下呢，那就需要做手术了。我们现在的手术呢，一般都是这种微创的手术的方法，通过前列腺的电切。这种手术的方法，把前列腺去除一部分，去除一部分以后呢，这样的尿道通道就会开大。